弟兄姐妹要开始本周的敬拜，今天我们会唱什么歌呢？是不是很期待呢？我鼓励你有一个期待的心，当我们期待神在我们生命中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行神迹，透过歌词对我们说话，透过歌词释放他的神迹，当那个歌词或者是也许等一下的领圣餐奉献或是讲到那个话成为你的 Rhema， 你有那句 Rhema 就很像彼得能够走在水面上一样，你可以胜过风暴，你可以胜过这个环境，有上帝的话你抓住了得着改变。所以呢，你要好好来敬拜，让我们在敬拜里面专注的看见神，然后在那个敬拜里面预备自己的心来聆听，来倾心吐意，来得着上帝要给你那个话语，然后上帝的大能那个 Rhema 要在你生命中彰显大能。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耶稣，我今后在你跟前，我深思你的威严和你奇妙的作为，你的爱围绕我从今到永远，你是干地变为泉源，将忧愁变为喜乐。我高声颂赞你，举起双手感谢你，我的过半得以赦免，照你丰富的恩典，你是宝座的羔羊，我将你的荣耀宣扬，你救赎我脱离黑暗，是我蒙福给我盼望，我的主，主耶稣，我今后在你跟前，我深思你的威严和你奇妙的作为，你的爱围绕我从今到永远，你是甘地变为泉源，将忧愁变为喜乐。我高声颂赞你，举起双手感谢你，我的过半得以赦免，照你丰富的恩典，你是宝座的羔羊，我将你的荣耀宣扬，你救赎我脱离黑暗，我蒙福给我盼望，我高声颂赞你，举起双手感谢你，我的过半得以赦免，叫你丰富的恩典，你是宝座的羔羊，我将你的荣耀宣扬，你救赎我脱离黑暗，我蒙福给我盼望，我的主。啦啦啦啦啦啦啦，我高声颂赞你，举起双手感谢你，我的过半得以赦免，丰富的恩典，你是宝座的羔羊，我将你的荣耀宣扬，你救赎我脱离黑暗，是我蒙福给我盼望，我高声颂赞你，举起双手感谢你，我的过半得以赦免，叫你丰富的恩典，你是宝座的羔羊，我将你的荣耀宣扬，你救赎我脱离黑暗，是我蒙福给我盼望，我的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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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你是我的主，我要永远跟随你，
哈利路亚，赞美你。我会永远跟随，我活着的每一天，我会举起双手仰望我主你名，我的口会赞美因你是我帮助。我会欢喜跳舞，在
在你的翅膀印下，求你的慈爱深深浇灌我心田，我会爱着你，因你爱我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永永远，到永远。充满主的恩典，今生充满主恩典，因你宝血洗是完全，我渴望见你容颜，述说你奇妙有美，今生充满充满主恩典，与你宝血洗是完全，我渴望见你容颜，述说你奇妙柔美，主圣灵轻轻呼唤我，轻轻呼唤着我的姓名，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哦，我深我的心淡淡刻不清，爱你天使围绕带领我看见你，十字架上担当充满主恩典，着我的生命，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哦，我深我的心淡淡渴不尽，怀你天使围绕带领我看见你，主的爱，主的爱穿越高山直到地极，赐下恩惠阳光在这地，恩典之流，恩典之流敬畏中我家里，慈爱怜悯淹没我的心，只是充满主恩典，只是充满主恩典，祝你
被杀的羔羊，配得我们的赞美。被杀羔羊，何等圣洁！你真配得赞美。唱首新歌，在世人座前。让你以柔美，被杀羔羊，被杀羔羊，何等圣洁，你真配得赞美。唱首新歌，在世人座前。张扬你柔面，圣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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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与主全然相依，是在今在永在君王，与万物齐声歌唱，敬拜万王之王。你是我的一切，而我要爱慕你。云彩围绕，智慧真理，为与全知的上帝，云彩围绕，是何等荣耀，闪电和雷声响彻天空。但愿上单的尊贵，能力智慧真理，为你全知的上帝，圣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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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与主权的上帝，是在今在永在君王，与万物齐声歌唱，敬拜万王之王。你是我的一切，而我要爱慕你。我心赞叹，我心赞叹，何等敬畏你的名。照不完毕，耶稣是我水生命，我大能的气息，是最不透的奥秘。我心赞叹，我心赞叹，何等机会你的名超乎万名，耶稣是活水江河，耶稣是活水江河，我大能的气息是测不透的奥秘。
洁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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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洁，为你主全部生命精彩精彩又太君王，与万物齐声歌唱，敬拜万王之王，我的一切和我要爱慕你，圣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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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主权的上帝，现在今在永在君王，与万物齐声歌唱，敬拜万王之王，你是我的一切和我要爱慕你，圣洁圣洁圣洁，现在今在永在君王，与万物齐声歌唱，与万物齐声歌唱，敬拜万王之王，你是我的一切和我
献上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主啊，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不是好像一个演唱的团体，主啊，我们乃是演唱给你听的团体。主啊，我们乃是大家同心服事，如同一人，然后把颂赞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你如此的大能，配得我们的赞美。主啊，不断呼喊宣告圣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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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于至高荣耀的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主啊，谢谢你作为我们的神，而最重要的是你永远爱我们。无论我们做得好或不好，无论我们软弱，无论我们有任何的状况，你都爱我们，而且你接纳完全的我们。也许在过去，你的教会教导你好像你要够好才能够被爱，你要够好才能够被看重，但是如今我们大家一起在你的面前，就以原来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跟赞美。主要不是我们够好，是你做得这么好，所以荣耀就单单归给你。主要不是好像我们谦卑，乃是真真实实的都是你做的。主啊，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敬拜你得见你。主啊，你继续来做成你奇妙的工作，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现场的，主啊，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都看见上帝的荣耀。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悦纳享受我们今天的敬拜。愿荣耀归给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请拿出你的圣餐，我们把耶稣的身体拿在手上。好，你知道，其实，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个危难，其实我们在台湾何等幸福是，其实我昨天去街上，我已经发现店里面的人大概只有一半的人戴口罩，甚至于还更少。然后我说，好，没关系，
因为反正政府怎么说就怎样。可是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第一，我们真的在一个恩典里头，我们逃脱了这个疫情，我们真的很平安，我们在台湾真的很幸福。那我们也为直播在海外的弟兄姐妹特别祝福你们，无论是香港的，香港好像也还不错嘛，但是呢有一些地方还有点严重，也祝福。但我鼓励你，就是透过五谷新酒和油，不是五谷新光三重，是五谷新酒和油，就是领五谷就是饼嘛，对不对？然后呢新酒就是耶稣的宝血嘛，就是葡萄汁或葡萄酒，然后呢油就是膏油，然后透过这些事情，让我们不断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所做成的，因着耶稣的鞭伤你得医治，因着耶稣的刑罚你得平安，所以你就可以真正的去经历那个超自然的平安。像我们全台湾是群体很蒙福，感谢主，可是我们也祝福我们其他的肢体，在全世界各地的肢体都平安。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这是你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你，谢谢你为我们成就这一切的美好，谢谢你在十字架上做成这一切。我们按你吃主的饼跟主的杯，我们就要健康强壮，连死都不容易。也保守我们各地的肢体在各样的压力里头抓能够平安，有些还在家隔离的能够透过这个时间来经历那个耶稣才是唯一。主啊，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这么安息的安全的在各个地方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在对的时候去对的地方遇见对的人。主啊，保守我们，谢谢耶稣，让我们一起领受耶稣的身体。饭后正要拿起这杯，这杯是主耶稣立约的宝血，我们如此行为是纪念他。主耶稣流了宝血，我们就得赎蒙福，经历那一切的祝福，让我们去领受耶稣的宝血。谢谢主耶稣成就这一切美好，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继续各自的也在家里透过五谷新酒和油领圣餐跟抹油，来经历那个圣餐是我们紧急的出口，以及上帝的油断开那个沉重恶跟各样的祝福。谢谢主耶稣，奉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直接进入奉献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就直接开始。再一次强调就是说呢，我们现在有所谓的定期定额奉献，如果说你自己想说很麻烦啊或什么的，当然有些人很享受把钱丢在奉献箱奉献袋的人很好，那你要来现场啊，对不对？不然你自己准备一个奉献袋吗？对。然后呢现在重点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定期定额，在我们连结上有写，然后呢你也可以用转账的方式，那我们帮我们注明名字。再强调一件事，不奉献神也完全一样爱你，我们只是要让大家方便有各种奉献的方式。对，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在奉献，非常好，让小朋友从小就练习奉献的这个好习惯。好，来站上来吧。好，我知道，你要帮我剪吗？好，谢谢。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借由这两位小弟兄，主啊，来让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如此的幸福，能够有奉献的机会。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也许你现在在经济上有压力，首先不奉献，你不要奉献，神也完全一样爱你，不要觉得好像不如人或者是怎么样。我也祝福我们当中在经济上有压力的弟兄姐妹，主啊，你赐予他们更多的丰富，使他们有奉献的能力。也特别祝福十一奉献的弟兄姐妹经历圣经上明说那十一奉献有的祝福，而没有十一奉献的各样的诅咒，耶稣已经背负，所以不十一奉献你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主要祝福这里每一位，谢谢主耶稣。有那么惊讶吗？好，感谢主，祝福这里每一位。好，谢谢耶稣，让我们能够用钱财奉献来敬拜你，也用我们的心奉献，也用我们的诗歌各样的奉献。谢谢主耶稣，祝福每一个人，奉圣名祷告，阿们。 OK， 那很快要开始今天讲道，在开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又有机会齐聚在这个地方，谢谢你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把我们牵到爱子的国度。主啊，我们如今在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爱子的国度里头，我们就安全了。无论你在世上的哪个国度，但是你在爱子的国度里，你就安全了。主啊，保守我们信的对，活的对，认识真正的恩典福音，真正的
恩典的真理，主要让我们信的对，活的对，在那个恩典里头。主要谢谢你保守我们，继续来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主要帮助我们，主要有倾听耳跟倾听的心，也分别为圣孩子的口跟孩子的心，如同你已经做成的。主要然后让我们把你的话语听到了，然后就解开，发出亮光，看见那个超自然。祝福这里每一位，我们的各自的得到属于我们的 Rhema， 在我们生命中能够行在水面上，能够看见各种超自然发生，能够看见神完全介入我们的生活。谢谢耶稣，奉神祷告，阿们。好，事不宜迟，直接来分享。 OK， 第一个生命树跟分别的善恶树，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我们今天把它讲得更深，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图等等的。好，所以呢，我们来念第一个经文，创世纪二章九节，新译本，请念。耶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上长起来，好做食物，园子中间又有生命树和知善恶树。 OK， 好，这是新译本哦，它的分别善恶树翻译成知善恶树。所以呢，在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然后当然神在东方立了一个伊甸园，然后伊甸园的中间有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有一些版本是说中间只有生命树，分别善恶树在别的地方。那无论分别善恶树在哪里，重点是生命树。对，神的心意有没有要我们吃生命树？有吼，好，是没错嘛，对不对？神说唯一不可以吃的是分别善恶树。我们再多看另外一个版本，好，来，这是思高译本，请念。上主天主使地面生出各种好看好吃的果树，生命树和知善恶树在乐园中央。 OK， 好，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知善恶树是在乐园的中间哦，就是在伊甸园的中间哦。好，所以你看，大部分你把什么东西放在中间，它基本上都是比较重要的嘛，对不对？比如说你觉得比如说你家里的摆设，你总不会把你们家的垃圾桶放在你们家的正中间吧？会吗？还是你觉得垃圾实在太重要了？对，我们要常每天观察各种不同的垃圾。哦，我好喜欢那个排骨饭吃完的样子，不是嘛？对不对？重点是你应该会把，比如说你有某个艺术品，或者是你孩子的作品，或者是你个人的作品，什么放在正中间给它打光嘛，对不对？所以它一定有意义的、啊。好，我们继续往下。好，再来是现代中文修订本，请念。在那园子中间有一棵赐生命的树，也有一棵能使人辨别善恶的树。中间有生命的树，也有一棵能够辨别善恶的树。所以呢，我再强调一件事，它其实不断提的是生命树，还有分别善恶树。好，请问一下，人类吃了哪一棵树之后开始就犯罪？就是分别善恶树嘛，对不对？好，那所以，然后你记得圣经上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当你吃了分别善恶树，然后耶和华神就对他们就跟他们自己说。哎，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当然，那就是三位一体的意思，对。可能圣父就跟圣子说，或圣子跟圣灵说，或圣灵跟圣父说，或是他们一起说，就是哇，他们已经吃了分别善恶树，如果再给他们吃生命树，他们就永远活着。然后人家，然后你这样读过去，你就觉得，哇嘞，哇，上帝那么小气啊，不要我们分别善恶，也不要我们永远活着，是这样吗？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在他们还没吃分别善恶树之前，他们本来就永远活着。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他们不用吃生命树也可以永远活着哦，是因为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犯罪，然后呢，罪把死亡带入这个世界，所以呢，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再去吃生命树，是你想象一下，那个叫做什么？就是你在罪里头，然后永远，其实很悲惨的事哎。我们上次提过，很简单一件事哈，你想象一下，未来我们去天堂，我们每一个人都换了全新的身体，只有你没换。所以所有人都不会老，不会丑，不会胖啊！你会？你觉得这是什么？我们大家在天堂，然后你在天堂是像在地狱一样，因为大家美的时候都很美嘛，对，慢慢的各种皱纹啊、玷污等病。哎，大家知道吗？圣经上说，连皱纹都可以算是一种病。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背负一切的疾病，所以。把皱纹归给耶稣是可以的哦。那你们自己要不要该按手祷告的？然后你可以该抹什么时候抹什么再按手祷告、啊、是可以做的、啊。OK， 好。所以我只是跟你说一件事哦，当人分别善恶这件事，神不要人再吃生命树。其实我们有查经过，生命树就是耶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所以耶稣就是恩典也是真理，没错嘛，对不对？好。
所以其实这边在告诉你，为什么不要你吃了分别善恶树又吃生命树。好，首先分别善恶树是什么？为什么不要你吃分别善恶树？难道分别善恶不重要吗？分别善恶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神是公义的神，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如果善的把它当成恶的，恶的把它当成善的，你想象，想象一下，你很努力的工作，你好好的念书，然后你考到100分，然后或者是你好好念书，你业绩做到，或是你好，不是好好念书，好好工作，你业绩做到了，或者是你好好念书，你分数考到了，或者是比如说好，你很努力，你终于考到台大，然后突然政府规定说啊，现在今年不管什么分数，反正就是抽奖，抽到的人就可以念台大，你觉得这样公义吗？或者是老板突然说，今天业绩第一名的奖金100万，平分给10个业务，然后呢，最后一名那个人，就第一名跟最后一名领的奖金都一样，你觉得这样公平吗？当然不公平嘛，对不对？所以善跟恶是需要被分别的，问题是谁来分别？其实这边就带出了后面，其实圣经整个，其实你知道所有的问题，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发生的问题其实在前面就发生了，其实是选择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的问题。分别善恶怎么分别善恶？比如说圣经上说不可奸淫，好，不可奸淫，那就是代表奸淫是罪，不奸淫就不是罪嘛，对，这样就是这条就拿来分别善恶，分别奸淫这件事也没有罪，对不对？所以其实分别善恶树其实引出来的事情就是律法。好，那所以什么意思叫做不要你吃分别善恶树又吃生命树？不要你恩典律法混杂，懂意思吗？你又自己来判断善恶，然后你又吃生命树，就变成是你又过了一个律法，然后又恩典，就是你靠恩典入门，可是用律法定罪别人，有没有这样？很多人是这样哦，非常多人是这样哦。好，站在原则中间有一棵赐生命的树，也有一棵能使能辨别善恶、分别善恶的树。好，我们来看腓立比书2:5，我们请念：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什么意思？我们用耶稣来当我们核心，而不是用律法来当我们的核心。耶稣基督是恩典，是真理。耶稣基督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其实神的心意本来希望是这样子的，大家看得到中间是生命树，那个绿色的圆，你把它想象它是圆心这样子。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把耶稣当成核心，透过生命树的为核心来看这个世界。为什么生命树会在中间？因为神要你把它当成中间的圆心，耶稣要成为你生命的核心，透过耶稣来看。事实上这世界绝大部分的问题，其实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从小父母都教你要当一个好人，是吧？还是 你从小你父母就说你怎么不做奸犯科，读什么书啊，你搞什么啊，为什么每次都考试考第一名啊，干嘛一直念书啊，去看连续剧，去打电动啊，去隔壁偷钱啊，你在干嘛啊，好好念，好好偷嘛，真是的，偷那么少还念书，还念书，你在念书我打断你的腿。 有没有类似这种概念？一般来说没有嘛，对不对？如果 你有这种过往的人，你还能够坐在这里就是神迹了。 OK， 好，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从小每一个人的父母都希望他们 做好的，对，做好孩子，然后做一个善良好的人，对不对？啊，为什么世上还是那么多罪恶，那么多彼此的认知上面的不同或等等的，大家懂我意思吗？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因为那个做好人的这些东西是从律法为核心出发的，你的核心不是生命树，不是耶稣，而是分别善恶。好，如果当一个人没有信耶稣的人，他都是以分别善恶树为核心。 OK， 简单说，因为爸爸妈妈教你要做一个好人，当在教你要做一个好人的同时，他其实已经把分别善恶灌输在你的里头，那是一种律法，你知道吗？我们从小的成长的过程，是不是小时候我们是会公布每一个人的分数的？比如说洪俊熙数学几分，英文几分，对不对？然后各个几分，然后分数好的同学就会被老师疼爱，分数不好的同学就会被老师跟同学唾弃，对吧？对不对？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
是这样哦，有一天小明早上他就不想去上学，然后他就一直在那边跟他妈妈在那边丢在那边哭，说妈我不要上学不要上学，妈妈说你干嘛不想上学，你为什么不想去学校，你为什么不想去学校，然后呢小明就说因为老师不喜欢我，然后呢小明然后妈妈就说啊老师不喜欢你我了解，但是那还有呢，他说因为同学也不喜欢我，然后他说所以我真的不想去学校，然后妈妈说小明你还是要去学校因为你是校长，你有在讲是同学吗，老师不喜欢他同学也不喜欢他，你知道我们应该以生命树为我们的核心，但是因为没有信耶稣人把分别生恶树当成核心，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事，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人是长这样，为什么这个世界每一个人从小被教导你要做一个好人，可是你却为什么世界还是这样混乱，而且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以分别善恶树为核心，就是我认为的事情，我认为对的事，可是不是这样，所谓以耶稣为核心是耶稣认为对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说要我们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因为事实上人无法避免的，你人就会有一个自己里面的分别善恶，简单说好，你有没有比较喜欢什么，然后比较不喜欢什么？一定有嘛，对不对？所谓海滨有逐秀之夫，知道吗？就是在海边有追求，比如说以前的中原人士是没有看过海的，很多人嘛，那他们去海边就看到有人在追寻那个很臭的东西，但其实那是因为海产放久会臭嘛。可是海产其实一开始是很香的，煮得好的时候，但是他们以为是。就是怎么，就他们意思就是说有人会连去追逐那种很臭的东西的意思，简单说就是我有我的中心思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核心里都是从你的父母或是你自己形成属于你的价值观嘛。好，所以呢你知道比如说好，日本人来台湾都觉得他们东西很好吃，可是他们就有一个东西不能吃，然后他们每次都要跟老板讲千万不要加那东西，叫做香菜，大家知道香菜吗？香菜这个名字对就已经告诉你对大部分人而言它是香的嘛，可是我们当中没有人不敢吃香菜，哎，没有，好，那很好，我告诉你他们后来去研究是基因问题，就是基因不同，所以有人觉得香菜闻起来像屎一样，他们基因不同的人，那你能够想象一下你去哪里吃饭再给你加一个有那个味道的东西吗？就是这种概念你懂吗？好，但是这就是我们个体的差别，但是我然后呢这个时候好，假设你是很喜欢香菜，他是不喜欢香菜，那你显然就不一样，然后人类自然又会群聚造成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大家比如说爱猫爱狗，对不对？我喜欢猫喜欢狗，基本上大家都是爱宠物的，对不对？可是就会分成猫派跟狗派，对不对？这就是人本身的分别善恶，所以其实所谓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断的传讲恩典福音，因为要透过恩典福音把里面的那个律法的想法洗净，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分得清楚，真正的分得清楚哪些是律法的思维，哪些是恩典的思维。好，你知道比如说我们常常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说比如说好，他们请了玉军传道、武军传道帮他们祷告，祷告完就说不行啦，我还是要找牧师，牧师祷告比较有效，是这样吗？牧师祷告比较有效吗？牧师祷告如果比较有效，基本上这个想法就是一个还在恩典律法混杂的想法里头。如果牧师祷告才有效，那是我为你钉十字架吗？千万不要我为你钉十字架，首先挂不上去。哎，干嘛啊？干嘛啊？你们现在我。过不上去有很多解释啊，你们笑我觉得你们都有同一个看法哦，就是在神的恩典下牧师不会被抓走，好，感谢主耶、yeah、好啦，你知道吗？又不是我帮你钉十字架，应该是耶稣嘛，对，当然是耶稣，那你钉金的应该是耶稣，为什么我祷告比较有效？为什么？你是觉得伟霆传道太瘦吗？你是觉得玉俊传道太有瘦吗？啊，有，好了 ，OK， 感谢 ，OK， 没有，你懂我意思吗？其实我们里面的一些思维思想是正在不断的转换成恩典的思维，所以我们才能够更多的信得对，活得对。OK， 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也是我们常常念《约翰福音》1:17，请念。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OK， 好，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我们大家都读过这个经文嘛，对不对？在我们教会不读到这个经文应该蛮难的。好，所以我们常常举那个例子，对不对？然后有人就觉得啊，又要木瓜牛奶。对，就是要木瓜牛奶。好，让你每次吃木瓜牛奶，想还是我们用珍珠奶茶也可以，我们就用珍珠奶茶好不好？ OK， 好。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律法很像，比如说，好，你有没有收过快递？有没有听过快递的笑话？小明有一天在家里，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讲，有快递要给你。小明就觉得，哇，我们家从小那么辛苦，原来是要训练我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人，能够承接家里的家产，所以果然他们要给我一块地，好开心，我们家原来是隐形富豪，要给我一块地。然后他就按下自己那个跳动的心，很兴奋的心，他尽量平稳，妈，那块地在哪里？妈说，在你桌上。快递，一份快递，不是一块地。 OK， 好。律法像是摩西，像是一个快递员，把律法传给你，律法书传给你，哎，遵守哦，就这样哦，再见。他自己也死了，对不对？律法是借着摩西传来的，可是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摩西传给你之后，他自己也守不住，他交给你，然后你要守住，你守不住就会被惩罚。然后呢，我们雅各书很清楚的说，犯一条律法就是犯了众条，对不对？所以呢，全人类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称为义人。好，所以呢，我们和合本新标点和合本很好，用了一个分号，因为那叫做旧约，过去前面再来。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什么意思？到了新约的时候，因为神老早就知道人类守不住，所以他透过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降生，他自己道成了肉身，他自己活出了什么是真正的恩典，什么是真正的真理，他本身就是恩典和真理。而我们也常常讲到那个来，都是由耶稣基督来，那个来，那个来是单数动词，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说珍珠和奶茶来了，那个来就会是复数动词，对不对？因为那是两个，珍珠跟奶茶是两个东西，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呢，什么状况下我们可以说珍珠奶茶来的那个来是单数动词呢？就是他们成为一杯了，对不对？珍珠跟奶茶混在一起，它是一杯，你就可以说用单数的珍珠奶茶来了，没错，对不对？但是珍珠奶茶不是一个很好的举例，因为木瓜牛奶喝下去永远每一口都有木瓜跟牛奶，珍珠奶茶喝下去有些时候没喝到珍珠啊，是不是？好了，没关系，你知道我的意思，我只要告诉你，木瓜牛奶就是你喝下去一口，你不可能传讲恩典的时候没有真理，也不可能传讲真理的时候不带着恩典的。你喝木瓜牛奶什么状况下会只喝到牛奶不喝到木瓜？有放太久会分离。你不好好去思想，你不好好去定睛上帝的真理的时候，你不好好去信的对活的对的时候，真的会分离，然后就很恶心。木瓜牛奶有没有看过分离的样子？摇一摇喝就变苦了。好了，扯远了，我来要告诉你，就是说恩典是跟真理在一起，真理是跟恩典在一起的。 OK， 好。所以呢，其实你会发现新约跟旧约其实回到最前面，无论是律法借着摩西传头，恩典跟真理来的，就回到最前面的伊甸园，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最前面人类的犯罪那个问题，就很像是我们说的末后的亚当跟首先的亚当。前面的亚当犯罪了，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犯罪了，对不对？末后的亚当在新约之下解决这个问题，中间有一个律法旧约。你知道整个旧约全书不是都在讲，都是在讲旧约，都在旧约里头，你知道不是，你知道吗？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那个时间点才开始，后面的才是所谓的旧约。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之前，创世纪那么多章，加上出埃及记的前面那些章文章书那个部分，他们在恩典之下，你知道吗？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亚伯拉罕先生在他犯罪把老婆卖了去换钱，可以这样说了，就是先人跳的概念之后，然后神称他为先知，然后在恩典之下，因为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的，大家知道吗？湘军牧师现在正在预备研究这个题目。好 ，OK， 但然后呢，在律法那1500年之下，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摩西在出埃及记19章给他们之后，没有一个人守得住，连最强的大卫都守不住。摩西自己也不行，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然后
新约全书的时间点到了，赐下新约全书，可是四福音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前半段，在耶稣基督说成了之后，才真正进到旧约完成新约的时代，了解。然后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大概是这样。 OK，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可是我们绝大部分，你是没信耶稣的人，你基本上生命就是分别善恶树，你怎样你就是 透过分别善恶树出发，因为你就是没有真正的生命树在里头，你没有耶稣在里头啊。你有发现还是一样，我们现在在讲你里面就是分别善恶树，他们啊，他们里面就是分别善恶树，他们就是没有耶稣在里头，所以他只要邀请耶稣在里头，他的生命就可以变成以生命树为核心的嘛。可是我们绝大部分的人还是有这个问题，就是类似这样子，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 OK， 神期待我们以耶稣基督为的心为心，以耶稣为核心，好，以生命树为核心来看这一切事。可是我们因为太习惯，每一个哪我们有任何一个人还在母腹里就信耶稣了吗？不可能嘛，对不对？就算你生出来婴儿洗，可是婴儿洗你并没有做一个打从心里相信啊，因为我们信仰的核心是心，都是心，所以呢是要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口里就算不承认心里相信还是有用，但是呢如果你口里没有承认心里没有相信，简单说你心里没有相信受洗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并不相信婴儿洗，婴儿洗带来救，我们教会也没有婴儿洗，但是我们相信你只要知道分别善恶就可以觉知，就可以信耶稣。所以我们帮最小的人受洗是三岁还是四岁，因为那时候跟他受洗约谈说，哈，你信耶稣以后不要打哥哥，哈，不能打哥哥，那我不要受洗，所以他就知道什么叫善恶了。而且那小孩后来受洗就看得到耶稣了。对， OK， 好，我们继续说的是，可是呢好，就以这个小朋友来说，你三岁，你三岁的时候你已经懂得在有意识之下打哥哥，然后抢他食物。然后呢我们其实看每一个人的生活背景，我们还是里面有分别善恶树。所以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有很多人还在对抗真的福音，他们不断在说信仰就是因信称义，但是要做得好才能够留住救恩，然后说你们这些相信无论如何就神都赦免我们饶恕我们的人，你们他们就认为我们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完全的以生命树为核心，他还是有部分分别善恶树。而且你知道吗，这两个圈什么意思？你去看真正的以生命树为核心的人，你的生命是光亮的，可是呢分别善恶树的人他守得好，他外面那层看起来也是还蛮不错的，你懂意思吗？也是黄色的，有一些就是说 你里面是一种我要做得好，我要分别那一切 那种心的人，你仍旧可以有好的外表，而且有些时候 搞不好还比我们好，因为我们是从里面发出的，他们是就是从外面往里头，是我要做得好才会被爱。 OK， 那相同的还有一些就是分别善恶树跟生命树交集的部分，就是好像行善这件事，所有的宗教是不是教导你要行善？所以啊，感觉好像是比如说好，你看到有一些宗教徒他们做得比我们好得多，然后呢哇，你们这些恩典的基督徒每天都爱上帝，爱我，上帝爱我，无论何上帝都爱我，然后呢那些人都去行善，都去帮助好多穷人，你怎么可以说你的是真的呢？那就是分别善恶树跟生命树交集的那些地方，看似非常好的行为，可是人就最后核心，你知道那些人行善的核心是什么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所以他救人一命不是为了救那个人的命，是为了胜造七级浮屠。七级浮屠好像是他们某一个类似功德，我不是太懂，但是意思就是你做这些事的核心是什么？你做这些事的核心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得救吗？甚至于很多基督徒做很多事的核心是为了让自己得救，这个核心是错的，你知道吗？你已经得救了，你只要因信称义，你就一次得，一旦得救永远得救，你已经得救了。所以你不是为了得救而做这一切，可是有，你信不信有很多基督徒是为了得救做的？很多基督徒他们的教导是恩典律法混杂，他们认为我要做得好配得上这个救恩我才能够得救，那个动机就错了。那个动机跟其他宗教说我要做得好我才能够上天堂，或者是我才能够有好的轮回，有什么差别？那基督就白死啦，要靠行为，
那基督干嘛要死？我们的信仰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一切是神无条件的恩典。你去看任何一个其他的信仰，你是无条件完全接受，什么都不做就可以上天堂。你去找哪一个信仰有？你去找真的，我是做过宗教比较学，没有。每一个宗教还有异端或者是任何异教都一样，你都得达到一些条件，你一定得做到一些事情，做到一些事情你才能够得救。可是我们的信仰是你只要接受了这位神的救恩，在心里就可以得救。我们的才是最公平的。你今天躺在床上的植物人，你只要有意识你就可以觉知，是吧？你心里相信，就算你没有办法承认，也可以得救。所以我要跟你说的事情是，让我们不断的听正确的讲道，有正确的认识，把我们生命中那个还是有部分以分别善恶树为核心的东西不断的移，让这个两个圆圈越来越靠近，直到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中的核心。我们事实上透过耶稣来看，你就会发现很多事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需要定人家的罪，或是那么的分彼此，或是那么的，你信不信？以台湾来说好，比如说好，我们的蓝绿，你觉得蓝的全部都坏人，或绿的全部都坏人吗？不可能嘛，对不对？可是这两个观念完全不同，或是美国共和党跟民主党完全的很多的东西是不同。难道你知道两边都有很多很敬虔的基督徒吗？都有很敬虔的基督徒啊，都是因信称义的啊。那为什么他们对同一件事情看法那么差，那么的不同？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透过真正的，你相不相信耶稣只有耶稣对每一件事都有他的看法？我们如果去体会耶稣的看法，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可是人就是会分啊，所以我们只是要越发来到神的面前，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核心，懂我意思吗？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所以我常常在思想，那还是有很多人，你信了，你相信恩典福音，为什么你还是会做那些行为呢？其实还是我们说的，让我们不断的让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圣经上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事实上我们很多事的看法不同，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因着看法不同而彼此相爱，因着你是神的儿女而彼此相爱。我跟我的哥哥，我跟我的妹妹，我们可能看法不同，可是他们跟我是同一个爸爸，所以我就是爱他。他跟我是同一个妈妈，我就是爱他，就算他跟你不同，大概是这个意思，懂吗？所以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分别善恶还是生命树，让我们以生命树耶稣基督为核心吧。 OK，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咯。这是一个漫画叫做《鬼灭之刃》，最近才刚演完的，小学生都爱看，现在是我跟我们教会小学生的话题。还有小学生会跟我秀说，我还会念那个水之呼吸一之行，好了，那不是种 的日文，所以很多小孩都是因为这个东西才去学日文。好，这要讲什么呢？你看到这个人，他右上角要写的话，正确评价我认同我的便是善，左下角评价很低不认同我的就是恶。当然这个人本身他是个坏人，他是鬼啦，他有这个想法。可是你知道吗，什么叫分别善恶？因为每一个人心里面的善恶是不同的，你知道吗？什么叫做善？这个人认为，你认为我好，你就是好的；你认为我不好，你就是坏的。你知道吗？问题是你当然不会这么夸张了，但是其实或多或少，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是有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受世界的思想影响的。你怎么成长？你知道吗？当我们去分别善跟恶的时候，本身你就要，因为我们根本不晓得我们自己本身是偏颇的。你有没有戴上有色眼镜看过东西啊？没戴过墨镜吗？我以前有一个墨镜，它是有度数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是配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哎，妈妈帮我配有度数的，最深的最深的墨镜。然后呢，因为我要去美国加州，太阳超大的，对不对？ California 的阳光，对不对？所以超大的啊，对不对？好，所以就配的超暗的，所以就非常暗，暗到了什么？没错，我戴那个眼镜，我在加州很舒服的路上很舒服，可是我进车子之后，我是等于是盲的，我什么都看不到。好，因为太浓了，因为我刚才想做最浓的，他就给我做最浓的。好，再来就是呢，他是用红色的很浓的红色把它弄成黑色，
所以我就会发现，哇，加州怎么这么漂亮啊？路上红色的车，红色的 Toyota 怎么跟法拉利的红色一样？怎么都是法拉利红啊？好漂亮！后来发现，我后来戴上一般眼镜，哎，那台车怎么变得很普通？因为我戴了有色的眼镜去看它，你懂吗？人其实你每一个人都戴着有色的眼镜。每一个人都有，因为你有你的成长背景啊，对不对？你觉得香菜是全世界最，不是，不能说全世界，香菜是这么，你吃鱿鱼羹不放香菜，大逆不道，懂吗？你吃油饭不放香菜，真的是数典忘祖，没有了，这太夸张了。可是因为你懂吗？因为你习惯，你是这样长大的嘛。我们当然如果有不吃香菜，上帝还是爱你，但是不吃香菜，他没有了，好了。好了 ，OK， 所以你懂吗？因为这就是你的核心去出发的，所以我们其实不断是这样，所以神才要我们接纳饶恕，他跟你不一样，可是你可以爱他，因为你不可能完全变得像耶稣那样，而且我到现在也不晓得耶稣到底吃不吃香菜，可是这不是重点，我只是告诉你，在天堂如果有香菜，也绝对是香的。好 ，OK， 好，所以我们继续往下。所以呢，你看每一个人其实都从某些程度的认为什么是他的善跟他的恶，所以不要再用你的善跟你的恶来看这个世界，要用耶稣的善跟恶，所以要不断的听正确的。好，所以我们继续往下咯。 OK， 好，生命树分别善恶树，让我们慢慢把我们，你知道你每一次听正确的福音，你每一次听正确的恩典真理，你就是开始让自己的生命越来越往生命树这边移动，然后呢，你让你的核心是耶稣基督，你可以完全除掉你的律法的生命的想法。还真的需要牧师祷告吗？牧师还是愿意为你祷告的，可是你不用靠牧师祷告。而你如果在一个恩典律法混杂的教会里头，你会感觉到分明圣经上明说耶稣是唯一的中保，可是你会觉得好像牧师是你跟耶稣中间的中保。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那你在，就是我们用现代的词来说好了，你买房子你可以直接跟屋主买，你已经屋主就你朋友，你们直接谈价钱，中间突然跑了一个中间人来说要跟你收佣金，那是怎样？干你什么事？你谁啊？你分明就跟耶稣是好朋友，你们已经谈好了所有事情，然后有一个人跑出来说，我找耶稣要透过我，我还要抽佣金，懂意思吗？所以这个教会不用靠牧师，靠牧师你就糟了，我直接跟你说，靠牧师你就靠人人老，靠山山倒，靠耶稣最好，了解吗？所以呢，你就是每一个人都建立个人与耶稣的关系，不要再自己去分别善恶。但是有一些事情你难免会这样，但是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想法吧。好，就往下咯。再来要讲超越疾病，继续进到我们的进度，我们雅各书。好，我们看第一个经文，雅各书5:13，请念。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就该祷告；有喜乐，他就该歌颂。你知道吗？我们其实还是有苦难的，基督徒生命中还是有苦难，你知道吧？当然了，我们就会有人，比如说我们上次听过有一个我们网络上的听众，我就跟他联系了一下，然后他就说：“哦，我们现在每个主日都听你们的，很棒啊什么。可是我们小孩都不想听。”然后说他怎么了？小孩不信耶稣？说没有，我们小孩太近前。他说这种不讲受苦的教会一定不是好教会。你知道讲台上传讲什么，你们就会得到什么吗？你们想要我一直讲受苦吗？已经够苦了吧？是有被虐狂吗？哎，我不是要定人家罪，这样有点定人家罪。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还是有讲受苦这块，可是我们的比例都按照圣经的比例。很多的人就说啊，你们都不讲十字架，谁说的？我们每天都在讲十字架，我刚才不是讲耶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那一切，我们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问题是当别人说你们不讲十字架 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讲基督徒要受苦难，可是你知道按比例来说，在十字架 93% 的十字架都是耶稣的十字架，只有 7% 才是我们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偶尔还是会讲一下，这就是 7% 的部分。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人就该祷告，有喜乐就该歌颂，这就是字面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呢，你开心的想唱歌是很属灵的，你受苦的时候祷告也是很属灵的。OK， 然后呢，我们会有苦难，但你可以放心，主耶稣胜过这个世界，而且主耶稣凡事都经历过，你经历过，他都经历过。什么？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耶稣有被亲爱的人背叛过吗？
有啊。那耶稣有被他兄弟姐妹侮辱过吗？有啊。耶稣生过小孩吗？好。你不晓得。对啊，耶稣有没有生过小孩？对，肉体上没有，可是你知道耶稣在照管教会每一个人，你知道当上帝有多辛苦吗？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王牌天神第一集还是第二集，他让你当一下上帝你就知道有多痛苦。你知道神要听每一个人的祷告吗？然后还要将你所求心里所求赐给你，但是又不能够将你所求赐给你吗？你知道吗？比如说这样说好了，你有没有经过一个宠物店说，哦，那狗狗好可爱，我真希望我一直有这样的狗狗，你这样想对不对？然后神马上给你成就了，可是你都没有想到其实你根本没有时间照顾狗，你只觉得很可爱对不对？或者是你看到，哦，那个人长得好帅哦，未来嫁给他 多好，就马上就嫁给他了，那不是很可怕吗？可是这是你心里所求赐给你啊，你要吗？对啊，哇，这男这个哦，这个男星好帅，我未来我可以嫁给他吗？砰，马上结婚了。或者是哇，那东西看起来好好吃哦，我可以吃吗？砰，马上就吃了，是不是很可怕？哎，还是你觉得这聪明，这是好事？好了，我的意思是说，上帝会在他的时间，用他的方法，把那美好的事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不见得百分之百是你所求，可是绝对是对你好的，因为他是你的父母，他是爱你的。OK， 我们继续往下哈。好，五章十四节，我们请念。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OK， 好。所以呢，前面提到，当我们在苦难中受苦，我们就祷告；喜乐的时候就歌颂。但是呢，如果生病呢，就请教会的长老来抹油为他祷告。OK， 所以有人就说，我听过某个教会，你要请教会的长老为你抹油祷告是要收费的。哦，主啊，对，真的有，是有价目标的。嘿，对，你必须达到某些条件才有，真的有。好在我们当然不用去讲某个教会。 OK， 好，题目来了。那恩宠教会没有长老，你想为什么？因为我们恩宠教会每一个人长得都不老，所以你不会有长老，懂吗？那你说好，你照一照镜，我可以当长老。不，你要长年轻。我们教会只有一个职分叫长年轻，叫长少，好不好？好了 ，OK。其实这边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去找，但我必须说哈，还是有所谓的对于那个启示清不清楚的差别，确实有。比如说，你会发现有一些人特别有，圣经上确实也有所谓医病的恩赐啊，接待人恩赐各样的恩赐，所以它确实有它的效果，它确实也有属于那个恩赐。所以其实你要。为什么？你看这边有提到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所以你其实抹油祷告还是有它的用处的。抹油，因为我们五谷新酒和油，但是我们是长老。其实这边提到，你知道这边提到的事情就是你对于信仰更多有那个启示，可以释放出那个能力。简单说，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现在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知道耶稣基督为你的罪钉十字架，可是你多么的活在这个信仰的真理里头。不是你这样讲，那我还是要找你祷告咯，因为你比较清楚。你怎么知道我比较清楚？应该有啦。我的意思只是说，没错，它确实有它意义，可是你不是靠牧师为你祷告啊。我可以为你祷告啊，那可是你会觉得好像，那牧师只为我祷告了30秒，这样够不够力？其实牧师常常为全教会祷告，我都奉顺祝福恩宠教会所有的会友，阿们。我有啊，我真的有，动不动主要祝福我们所有你所赐在我权下的弟兄姐妹，在你恩典里奉神祷告，阿们。啊，为什么这样就没有效？我有没有为你祷告？有吗？对不对？那你要抹油也可以，这样一跑就这样呼吁过去啊。要抹油也可以啊，对不对？一个人0.1秒，你知道我们上一次布永康牧师来台湾，大家知道布永康他回天家吗？他们就按他现场有上万人，他们台湾人非常的迷信按手祷告。他们就要布永康为全部人祷告，所以他们就把布永康放在台上，然后对吧，那搬了一个桌子，然后桌子上面放一个椅子，然后布永康就坐在上面，就坐在这里加深，然后这是高高的，然后人头刚好会在他手这里，然后就两排，他就这样，然后人就走过去，这样，然后我是台人组的，有些人就想要硬扯着，他们就会认为我撑久一点，恩高比较大，我就是负责台人的哦。他们就会，他就被按，然后他们也知道按着不走不行，他们就假装倒，然后想说这样子就被按，按下去之后你就会，你他就有些人被按下去就这样，
有没有？有没有看过？都有嘛，对不对？好，然后这样子呢，他们就会服侍我。我们早就想好，我们早就那叫什么了？超前部署。如果这样的人，你就把他抬到后面去服侍他。所以他被按，他就开始叫，马上就把他两个人抬走，抬到后面，他就好了，马上就好了。我说，哎，不是需要服侍吗？哦，不用不用，他还想去排一次。抱歉，一人只有一次。你知道光这样按几万个人也是很久哎。你知道这样要多久吗？真的，他就这样一直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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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怕他累，所以给他一个好的椅子，他就这样。这已经最轻松的方法了，对不对？就是没有啦，我们也圣经上确实有说按手分赐恩赐也很好啦，但是就是你不是靠这个好不好？好，所以呢，你确实如果说你生病，你确实圣经上也说透过抹油祷告找这个所谓长老，就是你比较知道那个圣经，你在主里面比较资深的人，你确实对于不是知道真理，而是知道真正的真理，你可以释放出那个能力来，确实是有它的意义。我们也不是都放掉那一切，而是你要知道你不是靠这个。那照这样来说，那对你而言最好的好处其实是什么？是你自己，比如说你身体不好，你要听的就是更多恩典的健康的讲道，跟健康有关恩典，一直听一直听，让你那个分别上述的东西移过来移过来。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周尼牧师，不好意思啊，我先把你查来讲一点了。好，昨天晚上我们到晚上两点钟还在讨论这个题目。我们不是在旧约里面，我们认为要孝敬父母才会长寿嘛，对不对？我以前我还认为在新约里，我那时候还不是那么清楚恩典真理，我还认为哇，我都没有很孝顺，这样我会不会短命？这样不好，所以我的目标不是为了孝顺，是为了长寿才去做的。好，然后呢，后来呢，我就觉得哦，感谢主。我现在在恩典里，耶稣基督三十三岁半就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连不孝顺然后短命这件事耶稣都为你背负了，所以他短命你长寿，懂吗？没，不是叫你去抽长寿，是他短命你长寿，因为他英年早逝，所以你可以寿终正寝，你可以在上帝美好日子才回去。 OK， 好，耶稣为你背负，一罪不两罚。好，但是另外一个题目来了，我就读圣经读到我们昨天才在讨论亚伯拉罕是不是很长寿，他很长寿对不对？他有孝敬父母吗？你知道吗，他爸爸的人生的最后60年他都没有陪在旁边，完全没有再见过面，因为神叫他离开出乌尔出哈兰，他就离开了。所以他顺服神没有孝顺父母，他还是长寿啊，因为亚伯拉罕也不在律法之下，你也不在律法之下。你现在要为了爱你的父母，因为耶稣爱你的父母而去爱他们，不是为了你长寿而爱他们，因为你不孝顺你也会长寿。虽然这话听起来有点那个，可是你不孝顺也会长寿，因为不是靠你做得好。 OK， 所以呢，确实圣经上有长老用油抹为他祷告这件事，但是你也可以自己为自己抹油，自己祷告，然后自己让自己变成长老啊，你的身量长老，然后只是长年轻啊。阿们，就是这样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教会不会安利长老，因为没有人长得老。好，感谢主。好，5章15节，请念。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好，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OK， 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所以简单这样说，你就是去祷告，然后呢，那这样有没有出于信心？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两个被耶稣称为信心很大的人吗？他们两个人都有共通的条件，是共通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他们都是外邦人。你知道所有的犹太人没有一个被耶稣说称你，在新约里头耶稣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说你有信心很大，那两个外邦人却被耶稣说信心很大，为什么？他们信心真的很大吗？他们信心很大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他根本不管他好或不好，他根本不管律法那些规则，他没有律法，他就是抓住耶稣，耶稣我相信你就是要爱我。所以所谓出于信心的祷告，有人比如说，好，我们常常去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或是我甚至跟一些牧者分享，然后我们跟一些牧者分享完，然后他们都回一句，嗯，对啊，哇，你信心好大，我可以成就这些事。那我觉得怎么会归功成我信心很大？我根本没有信心很大啊，因为在律法里头，你看这也是律法思维，你知道吗？要信心很大，这些才会成就。他有这些事，我没有这些事，一定是他信心很大。他里面就有这个回路，
可是如果他除掉这个东西，你会发现现在这个信心很大，成为一个律法拦阻他得到那些祝福，绝对不是信心很大。我信心哪里很大？我跟那两个被耶稣说信心很大的人一样，根本连自己有没有信心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耶稣就是爱我。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就是祷告，你根本不用讲信心很大啊。我以前读到这经文，出于信心祷告救病人，所以怎样更有信心呢？好，那我跪着祷告会不会更有信心？真的不行，我单膝跪着看有没有信心。真的再不行，我倒吊来祷告看有没有用，都没有用，只会脑充血，真的。然后最后自己变病人干嘛？对，好。所以呢，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就是去祷告，然后信心交给神，因为连信心都是从耶稣来，耶稣是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位，原文是耶稣是信心的创造者，连信心都是靠耶稣的。我们记不记得那个经文，有一个爸爸带着他的孩子来，然后呢门徒为他祷告，然后鬼赶不出去，对不对？然后耶稣来，然后那个爸爸就对耶稣说，你若能做什么请你做些事。他居然对耶稣说你若能做什么，他不大认为耶稣能做什么，他说你如果有办法的话。他想说哦，那学生那么弱，老师大概好不到哪里去，对不对？他就说你若能做什么就来做吧，就来帮忙一下。然后耶稣怎么回答说，耶稣说什么？哼，我若能做什么，再见。没有啊，或者说你看不起我，谢谢再联络，或者抽号码牌了，2852号，不是嘛？对不对？耶稣怎么说？耶稣回了下一句是再信人凡事都能，对不对？你如果信，再信人凡事都能。然后那个爸爸就回，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相信，但是我信心不够，求主帮助。然后耶稣就回答说啊，刚才就告诉你相信了才有啊，那你不相信啊，那你自己去抽号码牌啊。耶稣有这样吗？耶稣会不会回答说哦，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承认你信心不足啊，我刚才说信心够才会得医治，所以你孩子没有好是因为你自己信心不够嘛，拜拜。绝大部分教会是这样讲的，哦，你祷告没有好是因为你信心不够，是因为你犯罪啊。哇，我不犯罪信心够才会好，那我还要找你，我还要找你祷告，我自己祷告就好了。你有发现这是一个回圈，他永远有理由啊。可是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就是赶快接电话走了，喂喂喂，然后赶快走，这样逃走，这样是不是大绝招？是不是？不是啊，耶稣怎么说？耶稣在信的凡事都能，然后那个人 承认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然后耶稣就把鬼赶出去了。所以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在信的凡事都能，耶稣在他说的是他自己，好不好？耶稣什么时候说你信要够才会成就这件事？那爸爸就说他不够，为什么那鬼还是被赶走了？因为在信凡事都能，耶稣才是那个在信的人啊。然后呢，好，我们当中如果信心像一个芥菜种，就可以把树移到投到海里，把山移动，然后就有人教你哦，芥菜种是百种中最小，可是长出来就很大，所以耶稣就说你信心要长大才会成就，那就自己加东西啊。耶稣只是告诉你，你信心很小就会成就，你动不动不要把阳明山移走，我还要去玩哦。你懂我意思吗？当然那个当然不是你爱乱怎样就怎样，而是让神来。当上帝要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只要挂钩连上神，你相信神可以宣告，他就成就了。那神现在有没有想把阳明山移走？没有啊，对不对？ OK， 好。所以呢，我们要懂得用恩典的角度，你看我们光看出于信心祈祷要救那病人，所以我没信心就不会的就不会医好病人，我没信心那个人祷告就不会好，是吗？所以你要去从这个角度看，因为信心是耶稣的信心，你就是负责祷告就好了。好，好，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搞不好那个没信耶稣啊，有些人特别是你没信耶稣的，特别是没信耶稣的人，他犯罪了，他犯罪世上会生病。你没有信耶稣，你知道你本来就在这东西里头，对不对？那有些基督徒你恩典真理没有那么清楚，你还相信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也是会发生在生命当中的，所以你才要不断相信正确的。假设有人认为哦，我不孝顺我就会短命，他是基督徒，可是他就是相信这个东西，那他信心就是这样，就给他照他信的慢慢往那方向去啊，就是这样。所以你要信的对，活的对啊，对不对？好，我们继续往下了。好，5章16节请念。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好，所以呢又有人说啊，你们在恩典下不用认罪，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为什么不用认罪？我得罪你，我让你难过了，我可以跟你道歉，你知道吗？我信耶稣之后，我基本上成了道歉专业户。我以前的牧师常要我去跟人家道歉，
为什么？那姐妹说你喜欢他，你后来不理他，他是谁啊？我根本不认识他，所以我就要去道歉，我真的就去道歉。虽然我连他是，哎，姐妹，请问贵姓啊？我就进来跟你握个手，欢迎平安这样子。我也有事，躺着也中枪，人帅真的是哎辛苦。你们应该可以体会嘛，对不对？是嘛，对不对？干嘛不想 不相信啊？好了好了 ，OK 啊。你们要彼此认真，互相带走。其实有些时候就是我为你的感觉跟你道歉，感觉很真实，不一定是事实。可是我愿意因为你觉得我冒犯你，我跟你道歉，虽然我不一定有冒犯你，那就是爱啊。你服下你自己接纳，但是你也不是说所有基督徒都要是道歉专业户，你就压伤自己。有一次那个牧师叫我去道歉，我是真的觉得我根本没有，为什么要去道歉？我真没有道歉啊，因为我不要压伤我自己，所以那是一个平衡。那我后来想啊，算了，想到自己是蛮帅的，这可以接纳了，就这样，没有了，没有了。好了，继续了，继续了。所以你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是你们可以得医治。让我们彼此因着耶稣的关系，我就先服下来嘛。你有没有比如说好？你是看别人的面子原谅他的，比如说和事佬来你当中，然后帮你，比如说 A 跟 B 吵架 ，C 是他们的朋友，就来帮 A 跟 B 调停。大家是看 C 的面子，所以彼此握个手就过去了，有没有？耶稣就是那个 C 啊，因为他是 Christ 啊，对不对？耶稣就是因为我今天不是因为你好我才爱你，我今天不是因为你好我才原谅，也不是因为我真的犯错我才跟你道歉，因为看着耶稣的面子，我什么都愿意做，就这样啊。很多时候我跟我老婆吵架，我先道歉不是因为她对我错，她对我错或我对她错是善恶术，是分别善恶术，懂吗？怎么有锐利的眼神？没有没有了，没有了，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湘君牧师早就都知道，真的是这样。很多时候我道歉是因着我爱他，很多时候我道歉是因为耶稣爱我，所以我爱他。很多时候我根本道歉不下去，更核心问题是耶稣要我道歉。我今天是看耶稣的面子做这件事的，懂了吗？懂吗？搞清楚。没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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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但是呢，当耶稣已经叫你做的时候，麻烦态度好一点。不要，我告诉你，如果不是耶稣，你以为这样就没效，懂不懂？你要看着耶稣的面子，然后和颜悦色说：“老婆，我错了。”好了，之类，就是让我们透过，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以耶稣、以生命树为核心。我也不是百分之百都是这样，可是我们可以更多的，如果耶稣这么爱那个人，啊，算了吧。有些时候人家得罪我们，很严重的得罪我们，但是我们想要，主啊，我想要有一份公义，我想要寻求那份公义。然后呢，主啊，主啊，我就跟神祷告，有些神说，没错，我现在要行使，我要让他看见公义，啊，你就跟神一起同工，甚至于是法律了，该告就告，可以告。哦，但是有些时候，主啊，我要公义。然后上帝又让我看到，我以前也犯过一样的错，我有跟你要求公义吗？没有。那么神就让我从他得到爱，我原谅那个人，懂我意思吗？不是，所以基督徒信耶稣之后就善恶不分，不是哦，有善恶只是带到神的面前，懂我意思吗？你就来到面前，主啊，啊，他做这件事怎样？有时候神要你挺身站出来哦，为了要保护其他人哦，为了要让这个世界不要变得更糟哦。有些时候基督徒又变得太相怨了，就变成哦，要饶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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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个人哦，那个人做那个分啊，饶恕饶恕饶恕，那就变成善恶不分。所以不是不分辨善恶，而是让主来分辨善恶。主啊，你觉得这件事怎么做？主啊，然后有些时候主要你饶恕，有些时候主要你饶恕之后秉行公义，饶恕是对你好，懂我意思了吗？好，所以使你们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请问你是不是一人？你不会水肿吧？因为一人可以消水肿，久久要讲一次嘛。哦，好，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你就是那个一人，你的祈祷就是大有功效啊。所以你出于信心的祷告就要救那病人啊。哦，了解，我们继续往下咯。好，五章十七十八节请念。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好，其实这个经文你读过去可能就读过去了，但是你就想这边讲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一人的祷告是很有能力的，这没有问题。那我们就来看以利亚做了两种祷告，一种是不下雨的祷告，一种是下雨的祷告。如果我们去翻旧约回去，你就会发现一件事，这边提到他恳切祷告不下雨，他不下雨他真的要很用力祷告哦，才真的不下雨哦。
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你看你会发现又是三年半，圣经很喜欢什么三年半七年的，好，但没关系，这先不用讲。好，他恳切祷告不下雨，他很迫切的祷告才能够把审判带下来哦。可是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哎，这边的祷告没有那么前面是恳切祷告，所以这些不要下雨那种干旱的那时候在旧约嘛，才临到，对不对？可是呢，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了。所以你会发现他用的动词是不一样的，带下神的恩典，是你可以很简单，就很像是我真的相信，当我很简单的说一句奉耶稣名祝福恩宠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无论在台湾的在海外任何地方都蒙祝福，就这一句话，我不用恳切祷告，我祷告了弟兄姐妹就蒙福，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因为降下雨这个祝福它只是祷告一下啊，可是前面要求不下雨这件事要恳切祷告啊。为什么？最少无论他虽然是在旧约下面，可是我现在告诉你，在新约里面你根本不用很有能力的迫切祷告才会成就，因为神的心意就是祝福啊。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祝福我，你想象上帝今天就想要祝福你，他其实只是想要找一个理由跟找一个管道能够把祝福临到你，懂我意思吗？我今天本来就想要比如说好，你今天本来就想要给你儿子一个礼物，你其实已经想好久了，但是你想说到他生日再给他好像比较有意义，那你就 过几天他就生日了，你就准备好给他，对不对？你从头到尾都想给他，可是你要找一个理由给他嘛，对不对？就给他了，对不对？好，但是呢你会不会动不动其实我好想打我小孩 找个理由来打他吧，今天在家没事打小孩，这样不是嘛，对不对？我们在恩典里面的神是什么？他就是想要赐福你，所以你只要小小祷告一下，那雨就降下来。好，那反之他要很迫切的祷告才可以阻止上帝赐福啊，懂意思吗？在以色列下雨是福，我知道你在台湾有一种不要再下了不要再下了的感觉，在以色列下雨是福，好不好？好，我们继续往下了。好，五章十九节请念。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好， OK， 有人会觉得怎么会这样说呢？其实答案是，你知不知道雅各书的受文者是犹太人？有很多犹太人他们又慢慢的失迷真道，回去遵从律法，回去没有定睛耶稣。你去看雅各书跟希伯来书都是写给犹太人，其实就很像是希伯来书有提到不要把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不要去走那些路，大家以为同钉十字架是犯罪，不是，同钉十字架是把耶稣的救恩看成是白白的，看成看错了，那是另外一个解经了。今天其实跟你讲，有一些犹太弟兄们他们走错，他们以为要靠行为这是失迷真道，然后有人使他回转，转向神，这人该知道你叫那个人从靠自己的行为转向，他就会救他灵魂不死，而且遮盖他许多的罪。想你有没有发现遮盖许多的罪，这个都是在恩典之下的词。那你在旧约里面哪有什么叫遮盖的罪？是靠行为啊，有了那个牛羊遮盖一年啊，可是他都是靠行为。所以你知道意思是什么吗？便叫一个，有一些人是他根本就从头到尾，就是他根本不晓得什么是真正的福音，所以他是一个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所以简单这样说，有很多人他们根本 不相信，不知道耶稣，但他在犹太的传统里，而我们可能有一些基督教家庭的孩子，他根本没有信耶稣，你知道吗？是吧？有很多人所谓第四代第五代基督徒，对他而言耶稣就跟家里那个小时候拜提公差不多，有没有？那个其实他还是没有信耶稣啊，因为耶稣不是他个人的主啊。没有人是天父的孙子或是外孙到天堂，每一个人都是天父的儿子跟女儿，每一个人要属于自己的救恩。 OK， 好，我知道有一些看法可能不完全是我们刚才这些说法，但是呢我要说的事情是，我们从我们新约角度来看，简单说，一个罪人如果信耶稣，简单说他就灵魂不死，而且他的罪就被遮盖了。 OK， 好，当然不同的时代背景可能会有不同的写书的方式的说法，但是你要知道对我们外邦基督徒的应用很简单啊，就是赶快去传福音吧。
好，再来呢，我们把雅各书做一些精彩回顾，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在神面前称义。好，大家知道吗？你去读圣经，你会常常会提到，在旧约新约都有这个词，谁谁谁在我面前是个义人，有没有？这个王在我面前是个好王，或者是这个人在神用他的第一人称，在我面前他是好的，在我面前他是不好的。所以有一个重点是在神面前称义。好，诗篇九十八篇第二节，请念。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好，请问我们是不是活着的人？我们当中有哪一个是活，都是活着的人吗？对不对？就算你老婆说你这个死人，你还是活着的人，懂吗？就算你老婆说你这个死人啊，你还是活着的人。哦，好 ，OK， 好。神也骂过的人说你是个死人，你知道亚比米勒。我就想说，当他说完这句话，神所有就有命令就义，他应该马上啪死掉才对啊，对不对？所以连神这个话都只是形容词而已。好，只要是活着的，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是义人。这是诗篇，诗篇是旧约嘛，对不对？在旧约之下，没有一个人是义人啊。好 ，OK。然后呢，约伯记九章二节跟二十五章四节，我们请念，请。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好，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妇人所生的？有谁是你爸生的吗？爸爸生的人请举手。不是嘛，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妇人所生的。所以呢，这边提到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成为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义在神面前都像一块破布。那部的原文是月经布，以前的人没有卫生棉，只有月经布。月经布听说味道会非常的可怕，因为它一直重复的使用。好 ，OK， 我们的义在神面前根本就还是罪，都还是污秽的，没有人可以称义。这在旧约的状况是这样，但是呢，好，雅各书到新约时间，他还在告诉你，如果你遵守律法，来念雅各书二章十节，请念。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OK， 好，只在一条上跌倒就犯了重条，每一个人都一定会犯一条的嘛，对不对？谁就算没有奸淫，就算没有杀人，有奸淫还是犯律法，对？就算没有奸淫，没有杀人，做假见证说谎还是犯律法啊？谁没有犯一条？一定有啊，对不对？你是有多孝顺，要孝敬父母才会长寿啊，十分是满分，你自评几分？九分也是没做到啊，两分也是没做到，干脆不要孝顺了，是不是会这样想？律法最后就会带出来这样啊，律法就是你再也做不到，你怎样都做不到，所以就放弃啊。可是神反而说 OK 哦，圣经上怎么说？我宁愿你是热水或是冷水，如果你是温水，就把你吐出去。为什么？但个经文前后文前面提到，你的行为宁可你是热的或冷的，不要你是温水。为什么？你靠自己的行为迫切努力的做，像保罗一样努力的做，你又做到后面发现自己没办法，他转向恩典了。或者是你靠你的行为做到你冷了，我再怎么做都做不好，算了，不可能。这个时候也 OK， 你也会转向恩典。问题就是温水，冷热混在一起的温水，你又恩典又律法，你靠恩典入门，却靠肉身靠律法成全。加拉太书提到，这样子是温水才会被吐出来。神不要我们在温水这样的温水，懂吗？所以以后洗澡洗热一点。神不要你在温水里，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这两件事啊，好，洗热会增加免疫力啊。好 ，OK， 好。所以呢，没有人可以称义的。OK， 好。然后呢，可是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请念。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没有一个人可以，但是新约当然写出来，旧约也偷偷告诉你，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啊，答案就是只剩一条，就是因信称义啊。OK， 记得我们现在都在讲的是在神面前称义，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哦。这就是在神面前称义。所以呢，你在神面前因为相信就被称义了。那谁来评管？谁来决定你能不能上天堂或下地狱？神嘛，对不对？所以核心的第一个重点是在神面前称义。就是靠着相信而称义，所以呢，就算世人觉得你再怎么糟，你因信称义，你还是得救。了解，这个是首要的核心问题嘛？好，继续往下。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所以不是靠行为称义，是靠着神的恩典称义的。好，好，所以呢，得救的问题其实是在神面前称义的这个问题。好。旧约没有一个人靠行为能够得救，通通也都是其实是靠耶稣。
即便在旧约里，最后他们的罪也都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付清的。希伯来书有提到前约所犯的罪。好，我们继续往下。但是还有一个点，叫做在人面前称义，在人面前称义。OK， 好，首先我们来看神在人面前称义，诗篇143篇的第二节，请念。耶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这个发明不是现在的那个发明，爱迪生发明灯泡的发明，是就是显出他的救恩。所以神在人前显出公义哦，你也会有想要分显出公，你也会想要公义，对不对？特别是如果你被欺负，你会非常想要公义，对不对？好，但是当然，这里面也跟一些善恶术有关啊。你要认为你认为的公义，可是事实上有些事情你怎样都觉得不公平啊。你是不是从小跟妈妈讲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为什么给哥哥那个不公平？为什么给姐姐那个？为什么给妹妹那个？为什么那个？你从来没有说为什么不公平只有我有，不公平为什么只有我有？你有这样讲过吗？超不公平啊，妈妈，为什么都给我同胞那么大包，弟弟那么少？你有这样过吗？你每次讲不公平的时候，其实都是你要公益的时候，是因为你觉得你没有拿到。问题是你拿到的时候，你没有要求公益啊。你说那我平分给弟弟，你有这么好吗？人是这样子的。可是耶和华神在神面前显出那个公义，神的公义就是我完全的公义，可是我也完全的慈爱，所以人的罪我为你背负，我上十字架，这叫做公义啊。好，所以首先神在人面前显出公义。好，再来，请念路加福音16:15。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 OK， 好，耶稣对他们说，其实这些人是不好的。神对他们说，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你们心神却知道，事实上神在骂他们。可是呢，人本来就有一个倾向，我想要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我想要让人家看见我是义的，我是好的。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所以是有所谓在人面前成为义的这个概念啊。但是对我们新约基督徒很简单一件事，就是做见证，就是见证的概念。因为神在人面前显为义，所以这些人想要效法神显出义，这个想法有些人是好的，有些人是想要拿到更多好处，但是怎么样人都无法做到啊。因为路加福音16这边提到，耶稣在讲他们的时候，他们仍旧没有接受耶稣的救恩啊。好，继续往下。好，马太福音23:28，请念。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所以啊，其实我们会有在人面前显出公义的那一块，可是问题是这些人被耶稣骂的核心不是他在人面前显出公义，是他在人前是一套，私下时候是一套。你知道法利赛人这个词在英文现在就是那个假冒为善的人的意思。法利赛人的问题不是他在人面前显出公义，是他私下没有显出公义，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伪君子，懂意思吗？问题不是在人面前显出公义，而是真实你是什么。如果一定要选一个，请先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吧。但是呢，其实那是核心的不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3:15，这个经文非常棒，我昨天特别读到，请念。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主耶稣自己在地上做了榜样，叫我们照着他向我们做的而去做。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前面这些人问题是什么？他们根本没有好好去尝过主恩的滋味，对他们而言，他们像大儿子一样，他一直一直的，他觉得哦，父啊，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你连一只小小的羊羔都不给我。然后呢，那个儿子回来，那个败光你家产回来的那个儿子，你却为他宰牛肚。父怎么跟他说？啊，你就是不配啊，有吗？父怎么跟他说？我所有都是你的。问题就是在律法里面，人不懂得享受神。在律法里面，人每天都接受恐惧，主啊，你还爱我吗？主啊，我做这样还可以吗？哦，我知道我当初是因为信耶稣恩典入门，可是牧师告诉我说，如果不读圣经，我就怎样；如果不服侍，我就怎样；如果不奉献，我就不实际奉献，我就会衰，我就会怎么怎么。然后有些教会用暗示，有些教会用明说。那你怎么敢去享受上帝？对不对？可是这边耶稣却说了什么？我叫你照着我向你做的去做，我向你们做去做。主耶稣先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我们。你要先从神得到一堆爱，然后才有办法去做。
这经文是真的这样说，主耶稣照着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主耶稣是不是在地上三年半的服事，让所有的门徒们旁边的跟随者都看到那个犯奸淫的妇人被抓到，耶稣有没有用石头打死他？可是耶稣有没有举起石头，有没有拿起石头，没有废掉律法，就是这样啊。所以罪还是罪，恩典的教会没有说罪不是罪，罪还是罪，只是我们不定任何人的罪，但是并不代表罪就不是罪。但是你不要去定别人罪，因为你没有好到哪里去啊。就算你好到哪里去又怎么样，你不是靠恩典起来的吗？你就算真的现在都做到，你心里面也是，你外面也是，可是别人只是比你晚啊，了解。所以是照着主耶稣对我们做的而去做。当主耶稣显出这个，他照着我，他先给我们他的恩典，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做的时候，这个部分我们要来做人前称义。所以呢，你看我们的保罗在腓立比书就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你知道这里有几层吗？第一，保罗效法耶稣，好，前面有保罗效法耶稣，然后他说弟兄们你们要效法我效法耶稣，然后你还要去留意那些照着我们效法耶稣的人去行的人。所以这边保罗提到了他自己的见证，然后他说保罗的门徒，保罗建立的教会，他要大家效法我去跟从耶稣这件事，但是也要记得还有很多人在跟你，你也要记得你的榜样。所以你还是有在人面前称义的块。所以雅各书其实在告诉你，你要在人面前称义是见证的那一块。所以简单这样讲，你想象一下，你想象一下，如果牧师每天假设 我每天过的，假设某一个教会，不要讲我好，假设小明的教会的牧师，他每天就是跟每个教会的女生打情骂俏，然后然后每天都过一个很糜烂的生活，你会去这个教会吗？很觉得哦赞了，太好了，同一起呀、啊，那根本就不是教会，那叫俱乐部好不好？那干嘛你还要弄一个十字架，还要讲道，你们就大家喝酒就好了，你乖乖自己去，每次去酒吧，然后酒保当牧师就好了。对不对？他会供应你一切所需的，好不好？对不对？要什么还可以点，是还会调酒，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榜样是很重要的啊。那好，那你要求牧师的榜样，那我们得要求传道的榜样，对不对？那要求传道的榜样，我们应该也要要求敬拜主领的榜样，对不对？那要求到哪里？到敬拜主领之后，那敬拜团要不要要求？那敬拜团要求了，那我们要要求到敬拜团呢？那音控同工要不要要求？那要求到音控同工之后，要求会有。那如果又要求会有，那又回到律法，那到底现在哪里？那只要求牧师吗？公不公平啊？好了 ，OK。所以你懂我意思吗？其实那当然是，那就是所谓的教牧书信讨论的那一块了。简单说就是领袖要有领袖的榜样。那我们就算你不是领袖，我们为了耶稣的缘故，我们还是活出一个该有的样式。好，所以你看哦，这就是所谓在神面前称义跟在人面前称义的差别。我们首先每一个人，你因信称义了，你就是在神面前称义了。但是你要在人面前称义，这是雅各书在告诉你。好，最后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请念。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感谢主。所以简单这样说，我们的好行为不是为了使我们得救，是要将荣耀归给父。基督徒要做光做盐，我们的光要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但是跟你得救无关。其他的宗教都是有好的行为才有机会得救，但是我们因信称义就得救了，因着被神爱所以去做这些事。刚才的那个经文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主耶稣亲自做了那一切恩典的生命给我们看，却不妥协，然后照着这一切去做。但是你做不到的时候，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你爱不下去的时候，回到那个首先的爱，从他得到爱，你就可以越来越像他。让我们可以把生命树成为我们生命的核心，让那个核心不再是我来分别善恶，而是上帝的生命树。好，让我把眼睛闭起来。耶稣，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如此爱我们。主啊，我们今天把雅各书分享完，主啊，你继续的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已经在你面前称义，但是我们可以活出见证的生命，一个好的榜样，能够把荣耀归给你，让人家看见那个好行为，把荣耀归给父神，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当中有些人，也许你觉得你好像还不行，你觉得你的行为好像还是那样，你要知道神还是爱你，完全接纳你，他期待你有一天能够做到，但是你不做到，他还是完全爱你，他就是对你有美好的计划。祝福这里每一位。
主要帮助我们继续在你面前成长，继续的能够做光做盐，荣耀你的名。但是我们都已经得救，让我们过一个福杯满溢的生活，被神的爱充满，然后溢出去祝福旁边的人，祝福这里每一位。奉什么祷告，阿们。好，我们来念恩宠宣言，祷告声音来念一遍。我相信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他胜过死亡，并且从死里复活。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因他流的宝血，我大大得福，蒙受极高的恩宠及深深被爱，我永远脱离疾病、灾害与死亡。耶稣如何，我在世上也如何。好，请打开你的双手，闭上你的双眼，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今日在我们面前抓成就了这一切美好的荣耀的十字架上面的救恩。主要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定罪、诅咒、疾病跟死亡都归给主耶稣了。主要谢谢你做成这一切的美好，所以我们大有盼望。主要谢谢你让我们因为耶稣，我们得以在天父的面前称义，我们已经得救。主要但是我们这样读完雅各书，我们也知道，主要我们可以有过一个有见证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名。主要祝福我们，保守我们。主要在这个灾难，在这个瘟疫的时候，主要我们真的已经看到，主要我们台湾何等的幸福，主要我们好像脱离这个瘟疫的感觉。主要但是也让我们继续纪念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能够完全的从这里面出来。主要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所经历的那一切。主要我们的手机所做的，我们电脑所做的，我们网络所传的都蒙福。主要使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保守我们无论是行车交通，或者是搭乘任何大众捷运交通的时候都是平安的。保守我们去对的地方，遇见对的人，看见做对的事情，主要不去一些危险的地方。保守每一个人在你的恩典里。谢谢主耶稣这么的爱我们，主要继续引导保守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感动的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大家一起说阿们。好，弟兄姐妹，听完今天的分享，再来我想邀请你做一个祷告，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这是完全没有任何要求，是白白的礼物。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闭上你的眼睛，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得到这个美好的祝福。好，要开始了，请把眼睛闭上，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亲爱的耶稣，亲爱的耶稣，我邀请你，我邀请你住到我的心里，住到我的心里，来祝福我，来祝福我，做我的救主，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做我生命的主。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不再一样，我不再一样，我进入蒙福的人生，我进入蒙福的人生，我要看见美好，我要看见美好，看见丰盛，看见丰盛，看见荣耀，看见荣耀。亲爱的圣灵，亲爱的圣灵，请你现在来充满我，请你现在来充满我，来引导我的一生，来引导我的一生，使我经历超自然，使我经历超自然。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带我回家，谢谢你带我回家。我现在是有家的人，我现在是有家的人，是有后盾的人，是有后盾的人，是有背景的人，是有背景的人。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这样祷告，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